開始表決。停止表決，顯示結果。表決結果，出席的議員37人，8人贊成，28人反對，無人棄權。議題未獲得本會全體議員保持肅靜。黃毓民議員立即肅靜。表決結束。黄毓民议员，主席，今天这个保皇党走的是懦夫。梁国雄议员立即肃静。懦夫。议题未获得本会全体议员2/3多数赞成，我宣布议案被否决。议员已经获得通知，我决定本会在处理完这一项议案之后呢，就休會，議程上餘下的事項是延至續會後處理。我現在宣布休會，本會2015年6月24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。